学长，大家下午好。刚刚麦克风还没放上来，是我的同仁，他可能觉得我的身体已经好到可以不用麦克风了。好的，我们身边亲朋好友对我们好的期望，我们就尽力去做，这叫亲说好，力为具。好，那我们进入这个礼记学记的学习啊，刚刚讲了两段，我刚刚是放录像啊，我来考试一下，看刚刚大家有没有打瞌睡。好，我们来跑一遍刚刚这两段。发绿线秋山凉，这一段让我们感觉到这样做事，这样处事，能赢得别人的信任佩服。反过来呢，一个人做事情啊，急躁不思虑，都不按照做人做事的原则，那人家没办法信任他。所以这句话也提醒我们，当别人不信任我们，我们也没有发律线。再来求善良，用的都是善良的人，不是用会谄媚巴结的人，教的都是善友，见真善即是情，这样的人让人家感觉信任。所以注意孝文这个字，通大孝的孝，孝有名气啊，让人佩服，但是不注意动众，这动众啊，感动众人，以至于啊，这个动众呢，是可以带领一群人去建功立业，领大众啊去成就事情，这是动众。那一个人能够尊重贤德之人，体恤远方的人，确实可以感动大众，注意动众，能为注意化名，他还不能教化人民，改变他们的气质，提升他们的灵性智慧。比方在这一两百年呢，整个世界的政治走向民主制，很多国家有很多的人，他有很多的理念制度，号召了一群庞大的人物，取得了政权，足以动众。可是大家冷静看，在民主制度里面的这些政治团队啊，腐败的快不快？你们怎么没反应？读书人要有正气，要敢讲正话。我又没有说哪一个国家的，我只是说这一两百年全世界的政治制度嘛。大家注意看哦，在中国的历史，我们说满清就好，清朝2600多年，光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加起来，就有130多年的盛世。大家现在去看看，全世界哪一个政党超过100年还不错的？我就不知哪一个政党了，尤其这个民主政治里面很有意思，
在野党啊，都骂执政党，是吧？骂得可凶了、啊，这里做不好，那里做不好。结果等他做了，可能还做得更差。所以骂人很容易的，真正自己做了，能不能做得好啊，还有待商榷。但是这一些从事政治的人，他也有理想啊，他才能够凝聚这么多人。但是他假如忽略了教化，最后他底下的人都贪污腐败，他也爱莫能助啊。所以真正一个人要利益一个国家，利益社会啊，他必须教化。政治人物要在他自己的政党当中啊，真实的去落实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不然政党的腐败更快。为什么？他有权啊，他有钱啊，他没有好的德行根基啊，腐败的更快、哦、所以我们要很冷静啊，政治要能办得好，人的德行最重要，制度其次。好，那现在是民主政治，大家有没有去投票？有、哦、要投好、哦、要负因果责任、哦、你投错了就害了一个国家啊。好，那怎么挑？看他有没有效率，孝者有德，廉者不贪污、哦、你们投票以前有没有去调查他们家的情况、哦、你们不够谨慎，或者你传播媒体不是去报他们去骂人的情况，是要去报他们家的情况，对他父母怎么样，对他太太怎么样，这样才对。没有那个传播大学找我去讲讲课，是吧？哦，我奉献奉献点微薄之力。那现在媒体的影响这么大，他先入为主啊，他就一开始就知道啊，报这些对整个国家社会太重要了，引恶扬善啊。所以我非常佩服这个大陆山东电视台啊，《天下父母》这个节目啊，不简单啊，弘扬孝道。他们的员工第一天上班呢、啊，要把一个勋章啊，上面写着“天下父母”，别在左胸前，代表什么？你今天上岗工作了。从今天开始要把天下的父母幸福放在心上。哇，太好了。哎，我们重新应该来做一下为王政积学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个胸章也别起来。我人有时候会简化的，一看到了还不忘初心啊，警觉性就大了。所以要懂重，要真正保持一个人甚至一个团体的初心，他们的理想，他们利益人的这一份抱负啊，还得靠教育才能保持。大家看到历代历史当中啊，建国的时候啊，大家同心同德啊，等取得政权呢、啊，开始斗争啊，杀来杀去啊，因为没有德的基础啊。哦，好，所以君子如玉，化名成熟啊，必然要从教学开始啊。啊，所以第二段啊，第一段。从整个
家团体的目标吗？很明确，教育要划明程序。第二段，欲不足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道。虽然人之初性本善良，但是要透过教育啊，他这个本善明德啊，才能彰显。假如不教了，狗不教，性本善呢，就染上很多习气欲望，就被欲望给控制住了。所以人没有教化，做出来的行为啊，可能连禽兽都不如啊。有好的教化呢，可以是万物之灵啊，可以是天地人三教。把天地无私的透过人的德行把它实践出来，所以这里啊，我们就感觉到教育的重要性了。所以古之王者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而这个谈到教学啊，师长曾经说过，世界为什么乱？东方人忽略了古圣先贤的教育，西方人忽略了宗教的教育，所以人性没有依归了，没有正确的判断能力，就沉沦了。而东方的圣贤教育学的核心呢，就用一个字，就是修道。所以人不学不知道，这个道啊，始终是修道。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析过嘛，孝心开了，百善皆开。好啊，我们文言文版没有做前头，这正式学长呢应该有个前头，我随时坐起来问问题，你看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？好、哦、就不会打瞌睡了、哦、不敢分心了，马上、哦、当然要专注，但是不要恐惧。你假如一个监控摆在这里，在那里吓了老半天啊，你也听不进去东西。所以大学说，心里有所恐惧，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不得其正。一之前就可以吓成这样，以后怎么为往生积聚学，是吧？好，下一次做个前头。对啊，我们常常给学生考试，我们自己也要常常考考试。有没有哪个学长来谈一谈，为什么孝心开，百善皆开？好，我是很厚道的，你们不要太紧张。今天放你们一马。但是这个问题很严肃哦，为什么？假如今天有一个人说，为什么孝心开，百善皆开？然后你说，今天天气挺好的，那这叫唐掩饰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再来，就错过了一个可能让他明白这个大道理的机会了。假如我们想说今天多学一点，马上可以去利益人了，每一个学完的东西就把它吸收了，真正没搞清楚，一下课就问了，为什么不能打包啊？都只是明天再说，明天再说，哪
里那么多名店呢？名字复名字，名字何其多啊！我身带名字，万事成蹉跎。事情就一直拖拖到最后一事不成，到现在也没提到了。所以今天讲的就要全部吸收。然后真正没听懂的记下来，待会下课我再餐厅等大家。今日事今日毕呀。今日是今日毕，讲给谁听的？讲给学生听的。我那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谈，我说你现在求学遇到的这个瓶颈，你用了什么方法去突破？他想了老半天，摇摇头，没有。我说你不是在教小孩吗？那你现在遇到问题了，你都没想方法去突破去解决，你怎么教给孩子解决问题？你怎么教给孩子百折不挠，越挫越勇？假如我们自己不行，好好的去理解，那百折不挠跟越挫越勇叫成语，跟人生没关系，跟教育也没关系。这些教诲化成我们的心态，我们处事待人的身份，这种态度啊，无形当中就影响下来了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小孩学生能有怎么样的人格特质，我们自己要先做出来。好，所以刚刚跟大家谈到的孝心开，百善皆开，这个主旨孝就可以谈清楚了。孝悌忠信第一点是仁爱和平。忠诚，一个人的尽心尽力从哪里来的？孝，亲疏厚，礼为具。这个我们从自己父母上一代的身上看得太清楚了。为了让父母早一点过上好日子，读书工作不用人操一点心，尽心尽力尽忠。心对谁诚心？一定是心对父母诚心。所以父母命，心无难。礼义廉耻，礼父母厚，应还，这对父母有礼，对他人。一个人对人无礼啊，一回到源头，他对父母一定不恭敬。真的，一个人呢、啊，假如在跟人相处的时候，觉得有一些习气出现了，马上想：哎呀，我怎么傲慢啊？对妈妈也傲慢。哦，我怎么脾气这么大？对父母脾气也大。所以《孝经》讲的。爱亲者不敢侮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。孝道啊，启发人的心德，这个孝心开，心德就开始流露。所以爱敬啊，是一个人本有的性格。假如爱敬没有办法提起来去对待他人，一定是孝道还有亏。明白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一个修身之人呢，就怕的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，甚至于是道理听了
我们还不承认孩子气，那就提升不上去啊。跟人相处有对立，有冲突，有情绪，马上提醒自己，我对父母是不是有这些错误的想法。这从根本呢，去掉我们的心情啊。所以礼义，对父母有道义啊。你看以前的人啊，可贵啊，父母都去世了，一想到父母就流泪。哎呀，父母对我的恩德太大，上善念，长悲业。连五岁小五十岁，你看都在肚子小里面呢，吃饭得有伤，以前学神设身处地找人呢，冬则温，夏则久，体贴入微，设身处地，爱，爱是用心去感受的。亲有疾，药先尝，重也是不离床。和，哎，我们现在年轻人哦，跟人讲没几句话，火就上来了。亲有过，亲是根啊，以无色，说无声啊。对父母、对长辈讲话，还会大小声啊。那我们对不起孔老夫子，对不起圣贤的教诲，如何恭敬啊？一个人在团体里面对领导、对长辈还非常傲慢，言语还粗暴，那真的要好好忏悔反省的。那第一，这个明德啊，离恢复本善啊，那是越来越远了。所以这个河里面，一无是二无是平。一个人能达到平啊，任何境界都不能让你生气。练成这个功夫没有？弟子规注这下就可以练了。剑不入岳父剑，豪气随他无怨呐。大家看哦，父母不理解他，骂他，甚至打他，一句怨言都没有。真的，这种任何境界都能平心静气去应对，而且不带任何的怨恨。作为学长，你的儿子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你的女儿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你的学生这样，好不好？好。首先，我们自己要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上行下效，我们对这些道孝道、五伦八德。都很清楚了，我们就能传道啊，传道授业教诲。所以一个国家、一个团体的领导者，他知道教学为先最重要。这个教学，我们刚刚讲到有宗教教育，还有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。是非教，就好像一台车的四个轮子，四个轮子都挺好的，才跑得远的。一个轮子出状况了，就跑不稳健了。那请问大家，现在四个轮子坏几个？坏了不少个啊！所以开起来危不危险呢？不能继续这样下去，赶快亡羊补牢啊！赶快把轮胎要补上，把它破洞要补好。
一个人德行呢，根在家庭，所以家庭教育是教育的根本，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，社会教育呢是家庭教育的发展，就从家庭到社会去，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，因为宗教教育强调的是高尚的情操啊，牺牲奉献的精神，把人的人格提到顶点。所以一个国家领导者呢，他重视教学，从这四个环节要多管齐下。在国家的电视台啊，要讲家教嘛，每个父母都懂家教，把这个家庭治理好了，把下一代教好了，社会的希望就安定。还有啊，不只要教伦理道德，还要教因果报应的教育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才能让人不敢做恶。现在的人为什么什么都敢做？他觉得死了以后就没有了，他觉得做什么恶事反正死了也不用负责任，他肆无忌惮做造恶。所以老祖宗几千年来都知道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缺一不可，从小他就知道不能造恶，不敢做恶。那伦理道德呢，让他有羞耻心的耻辱造恶。那现在学校教育在我们马来西亚推展得非常好，校长指导会在华校全国推展，包含中学也有，好几间中学像中岭独中，他们做得非常好啊，他们的校长吴校长很不简单，真是以父母之心在教他的学生，连我们台湾的东森电视台都去拍了，把他们的经验介绍给社会大众。中学在大陆有吉林松花江中学在这，确实啊，这些小学中学的校长老师啊，真是做出了榜样，给整个教育界的人信心啊。那大学里面钟茂山博士呢，他是教授啊，他们带头来弘扬伦理道德教育，还有中共中央党校刘玉立教授，他们两位教授的慈善年事都很年轻啊，都很有成就，然后都是尽心尽力啊，在弘扬伦理道德教育，这是学校教育。我们那一天呢，刚好办了几天课程呢，我们新华小学的廖校长，他在谈话的时候讲到他父亲临终以前对他的叮咛，照顾好兄弟姐妹，他是长子，他还要记得为这个社会多做点事啊。所以大家看哦，真的奉献社会的人啊，不是孝子啊，忠诚出于孝子之门之正。好，再来社会教育，现在各行各业
拜六礼拜天还免费义务的让社会大众来学。在新疆有一个豪总，他礼拜六礼拜天让社会大众学，他自己的高阶主管去做服务员，而且做得很高兴，因为他们真正体会到助人为快乐者。让我非常惊讶的是，他的员工里面呢，有15%都是残障人士。哇，这个比例相当高。而他这么爱护这些同仁呢，最认真的就是这些肢体上有欠缺的人，那真的是爱人者，人很爱吃的。结果他这么义务给人家办课程，很多家庭改变了。后来啊，很多人都跑来给他卖产品。然后他就说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人家都来给他买的，不好意思了，我说我办这个课程是希望大家受益的，不是要你们买我的。他还把他推了，然后对方说我一定要买你的。为什么？那半个地道的教育是利益他的一生啊，利益他的家庭，利益他的团体啊，而人家把这一份恩德啊，可能会记在心上，都不会忘的。当然不是为了要去做生意才去做，这个心态要对，是无私的，反而，他的事业越来越兴旺。再来，宗教教育非常重要。我们在马来西亚在这一点呢也是非常用心，那国家的首相在治理这方面，包含民间，我们8月3号也才去参加宗教和平论坛，那不同宗教300多人坐在一起，那感觉非常的和谐。所以教训为先，所以月命曰，这个月命是尚书里的一篇文章。这个月命是应高宗的宰相。以前这些当宰相的都是圣人，很有智慧啊，在经典当中都有留下他们的教诲。这月命里面讲到念宗师典于学，其次之有。这个意思就是念宗师就自始至终常常念着教学。这个典就是常常不忘持续的宗师教学。因为这个明白教学的重要，他了解到了学习要成就，这从开教就要开始了。那假如一个人懂得从开教就要教育了，那这念宗师他从胎里就开始教了，教到什么时候？俗话要讲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而且学习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不能说我今天学习，明天放我一天假，好不好？学习不能放假的。三日不读书，面目都可憎。
这一句话啊，是宋朝讲的。我们要科学精神啊，实事求是一下。请问现在撑得了三天吗？现在多久不读书就面目可憎了？所以更要了解啊，念重视点于学啊，不可以懈怠啊。求学就像钻木取火。还有说转三分钟休息一分钟，手好酸啊，待会再来。那转到哪一年才转得出火啊，转得出智慧来？还有一点呢，学习为什么不能简单？因为啊，学好啊，重点不足；学坏啊，一天就过。人要学好呀，好几年慢慢慢慢改变气质啊。学坏了，今天带他去动脑场，明天就面目全非了。所以动脑场绝无仅，绝对不能进哦。用绝用物哦，是不可以犯的哦，一犯。就兵败如山倒。从学的角度不能懈怠，从教的角度也不能停下来。教学者要不断提升，才有智慧利益学生。教学者一懈怠，一言一行马上给孩子带坏了。所以什么时候是教育？是教学。Anywhere 是吧？念重视点于学啊，其实就有福啊。对教学有更深的体会，就能了解到月明这一句话的深意了。那很多人就讲了，哇，那学习不是很累吗？请问大家，你要累一阵子，还是要累一辈子？要累一阵子哈，咬紧牙关，三年就把德行成就。可是假如不肯真正用功，那累一辈子，身心都变成欲望习气的奴隶，累一辈子。能吃苦吃一阵子苦，不能吃苦吃一辈子苦，那不是自己啊，没得利益啊，后代也学不到真实学问啊。我们再看下一段，虽有佳肴服食，不知其滋也；虽有之道服学，不知其善也。又是一个比喻啊！所以这个文章里面呢，也在提醒了从事教育的人，要善于。善于说故事，这点很重要哦。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呢，几代缺乏教育，所以他的感、他的悟性不高。假如你不用这个比喻，不用讲故事，因为他悟性、感受能力不高，你只要讲道理。差不多讲三分钟后，他就开始有点恍惚了，他就集中不了了，或者就就快打瞌睡了。是真的哦，不是假的哦，不是小孩哦，大人都这样哦。你说，哎，讲个故事很精神的，喜欢听故事。
故事当中，在很自然的把道理给带出来。所以现在当老师不容易啊，就是因为他不容易，才显出当老师的精神嘛。这是诲人不倦啊。所以这里比喻到呢，家就非常美好的事物，这个要去赞扬啊。你不吃它，你不知道它的美味。这个词就是美味在哪里啊？所以有5000年的经典智慧，所以有知道。不去学，就不知道它有对我们人生有多大的深深益处了。我们曾经遇到朋友，他来听弟子规啊，听了2个小时，他已经是40几岁了，还是当老板的人，他就在那里跺脚，他说：“哎呀。”我40几年的人生经验总结起来啊，不就是弟子规那一两句话？哎，他花了多少年去摸啊？摸什么？40几年。所以术有知道啊，不学不知其深，一学了哇，那太好了，术不识卷。真的是发愤忘食啊，乐以忘忧啊，读书读到忘了吃饭啊。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？还没是吧？哦，快了快了，哦，大家继续啊，在读这些千古文章啊，味道很浓。当我们读着读着，可以很多经典触类旁通啊。那你会读到跳起来在那里拍手，这个就是知道他的意志的发起作用。好，所以似乎啊，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，知不足然后能知分也，知分然后能知强也，故曰教学相长也。我们很欢喜啊，教学相长这4个字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从礼记学起来的。而孔子在中庸里知仁勇三大德，好学近乎智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知道这三个道理是三大德，则之所以修身。懂得用这三个道理啊来修养自己。之所以修身，则之所以治人。自己身修好了，才能帮得了人，才能利益得了人。好学才会有智慧，人有了智慧，他才能够把正确的思想告诉别人。当父母当老师，我们假如没有正确的思想价值观，我们也利益不了孩子。首先，一个教学者要先好学。这一段不只是讲给学生听，老师自己要好学。学了以后啊，知不足，知道自己还差得远。
而且你觉得不足啊，他那种谦卑、惭愧心，哎呀，比古人差多了。你说一个人傲慢，他突然想到呢，孔子温良恭俭呐，圣人都不傲慢呢，我还傲慢，太惭愧了。常常这么想。这些习气啊，就是转成忏悔心。我们一起学习文言文第一节课，我们要一起信誓旦旦。你们都忘了吗？我们那时候有没有山盟海誓？我们说学儒。所以出世代人都要以孔子为标准。哎呀，就止不住啦，止不住，而后能知反怎么反省？一反省了，赶紧改过，赶紧继续学。所以能学而不厌，而且为什么不厌？真义。止不住而能知返了，人以自我反省了，自我改正，放下习气呀，就乐了。大家有没有曾经战胜自己一个坏习惯的经验？一个都没有，有没有？有，高不高兴？我们一人一件。高兴老半天了，有没有比吃大餐快乐？有没有？有啦，而且还持久。吃大餐快乐多久？快乐一个小时之后就会痛，吃得太撑了。告诉大家一个逻辑，很重要的逻辑，真正的乐，真的东西哦，不会不变，它就是真的。比方说，我今天读经典很快乐，明天读快乐，让你学习加两倍、加三倍更快乐，这才是真乐啊，是不是？你们还想？没热起来啊！哎，真的，每天可以让我四个小时都读这些书，哦，真的是乐不思蜀。可是你注意哦，吃一碗饭，哇，高兴；吃两碗，哇，勉强；吃三碗，跑厕所了。所以吃饭是不是真正的快乐？不是的，那个叫什么？痛苦暂时解除了，因为饿了嘛，吃下去不饿了叫痛苦暂时解除。不是说吃饭让你快乐，让你得到真的。吃饭能得真的，越吃越多才乐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只要是。会让你一时快乐，那个都不是真的，那叫刺激你，暂时忘了痛苦而已啦。比方说，有人说哇，跳舞真 happy， 哇，他跳半个小时 happy， 你叫他连续跳两个小时，他还 happy 不 happy？ 哇，那个都是麻醉啊。所以现在的人很可怜，都觉得是去刺激，去暂时忘掉痛苦叫乐，那个终究解决不了真正的痛苦，也尝不到真正的内心的自在快乐。所以真正的自在快乐呢，只有学习啊，学而时习之啊，只
只有真正依经典去尽人意、情意、道义，他才知道什么叫先舒服的快乐、主人的快乐。他也才知道真正放下坏习惯、习气啊，一生清安自在的感觉。所以这个学习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，这个就是不学不做啊，不知其善也。教然后自困，真正我们了解到一个人的痛苦。你说他缺钱，我给他钱能解决的。他假如是贪心的，你要给他什么？所以人痛苦的根源在迷惑的，不明事理的，他思想错误是痛苦的根源。知足常乐，知足的人就不痛苦了。贪心的人。给他再多的东西，他还是痛苦。所以唯有透过教育，让他转迷惑为觉悟了，他才能根本解决痛苦。所以真正仁慈的人呢，总是教学共存，或者以自己的身教，让身边的人觉悟。教诲人不倦，这就是仁慈之深。一个人有智慧、有仁慈啊，那他就能恢复他的明德了。而在提升智慧、仁慈的过程当中啊，还要有勇气。知识进步，因为学会有瓶颈嘛，要不屈不挠，要突破啊，要面对自己的习性啊，要勇猛啊，要赶尽杀绝啊，要像这个毒蛇咬到你的手了。咬到你的指头了，你下一秒钟会怎么做？啊，你会不会？哦，好痛！会不会这样？不会啦，马上刀子拿起来，唰就切掉了，还管什么痛不痛？不然命就没了。在放纵习气呀，我们发生慧命就完了。智慧的生命就完了，所以告诉大家，学习苦不苦？不苦是骗人的啊！哦，刚刚说的哦，放下习气的乐啊，学习真的，但学习也苦。什么时候苦？在那里挣扎放不下的时候苦啊！在那里对峙最严重的坏习性，比方说好面子、攀岩石，哇，那个对峙起来哦，跟把一层皮撕下来差不多，很难过。大家试过没有？苦是苦在呀，那个习气呀，在那里。打仗的时候啊，跟习气打仗的时候，那时候苦。可是人只要勇往直前，
这些习气最后就统统归顺你了，就变成你的军队了。而且你突破这些习气以后，你有宝贵的经验可以告诉人家怎么不贪心，怎么克服坏习性，怎么不傲慢谦虚，这都是你的真实功夫，是不是？你才能第一人。我们假如今天在跟人家，你要不贪、不嗔、不痴哦。首先第一个不可以贪痴哦，结果讲的心里毛毛的，讲不下去。昨天才贪痴。哦，而且自己做不到讲出来，人家听多了、看多了，哎呀，会讲不会做的不听我们的。所以这个骄傲而后啊，是困。这个困啊，有时候呢，是觉得自己理通了、就跟人家讲，讲到一半卡住了，就像那个 DVD 卡在那里，跑不过去啊！对不起啊，明天再跟你讲，我一定把它搞通。丢不丢脸？不丢脸啊！今天我们告诉学生，告诉对方，明天我来跟你讲，这是负责任的态度。而且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不会逞强啊，不会打肿脸充胖子、好像搞不清楚来，稀里糊涂的讲了一通，讲不好，好像自知为自知，不知为不知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困，大家有没有经验？我们在求学的时候，同学来问你，比方一题数学，哎，你会做？然后你跟他讲讲讲到一半，哇，讲不下去了。哦，所以自己会做，不代表你会教。教而后自困，哎，你就更提升了，把他的道理贯通。提升到能够指导别人，所以也是啊，学生在提升成就我们啊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哪些不足啊，哪些没有贯通的地方。这个困难，另外一点也是教着教着，我也很努力教学生啊，怎么他的行为越来越不好？真的在教育界啊，太多老师真的是鞠躬尽瘁，可是他们看到这学生一届不如一届啊，他们也很忧心，这就是他们困惑的地方。而真正再去知困而后能自强，这个自强就是自我提升。从经典当中找到原因，他就不迷惑了，他就不困惑了。困惑在哪呢？因为没有找到根本，这个心后本末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。现在是知识才艺为先，德行被摆后面，就本末导致才会产生这些状况。所以一个重视教育的人，不要怕面对困惑，好事啊，
想通了，就能让更多人明白。哦，那大家别担心我想不通。哦，有什么疑问，哦，欢迎大家拿到中心来一起探讨。哦，那我们也不紧张，你们问我们了，我们不会了，反正有事可以问，所以不担心。Don't worry.所以从这一段呢，我们可以感觉到啊，确实教学者他自身得最大的利益，他扩宽了心量，他增长了智慧，哦，他的智慧心量啊都在不断提升当中。哦，所以越明越效。是啊，他的骨子是这么写的。这个孝就是指教，教跟学这个伴就是相长的意思，就是互相尊敬。学了帮助你教，啊，越学才越有智慧可以教，教了又让我明白不足，啊，自立自强，智慧分享，智慧提升。好，啊，所以我们看了古人年年都跟经典相应的，前面是诠释道理啊，后面都回归到经典。孔子讲述而不足，世间这些真理啊，圣贤人所讲的，没有说我们自己什么创造发明啊，他们都已经讲得很透彻了，所以总结都有经典。啊，其次之位啊，应该啊就是这个道理了。接着呢，我们看下一段。啊，这一段主要讲到啊，古代教学的设施，还有学习者的目标。刚刚讲的是一个国家要重视教育，要发明成熟的目标。啊，现在这一段里面还提到的是。每一个人学习的目标，我们看经文，古之教者，古代的教育是什么？家有书，这个家有书啊，就是指25个家有一个私塾，而且。25家呢，啊，他们称为闾，哦，这个闾是20啊，这25家一般私塾呢就在乡口第一间，啊，一般乡口第一间都是比较有钱的大户人家。他们请了私塾老师，让这些亲戚啊、邻里乡长一起来学习，在家有书，一般可能六岁啊，就开始学习私塾了。党有乡，这个党啊，是指500家。而他的这个学校的名称就叫乡，岁有序，这个字念岁，它是12200。
乡村里面读书啊，读得不错，送到哪里？送到县里去。县里读得不错，送哪去？市里去读，啊，州里去读，啊，市重点学校。那越上去的，都送上去一些精英了。好，省读完了，送哪去啊？国立大学，一国的精英，所以下一句说国有学，这个就是指国家办的大学，一般可能已经经过了私塾、辖区这些学校，年龄也差不多十五六岁左右了，快成年。半大不小了，而且以前呢，念国学呢，考过秀才呀，考过一些测试呢，他才有资格去念国家办的学校。所以国学一般是指天子、皇帝或者诸侯办的学校，都是这些贵族加上民间很优秀的人去。接着这一段呢，是接续国家办的学校谈的，叫毕年入学。毕年是指每一年都有招生入学。中年考教，这考教就是考试，考试的制度是隔一年。隔一年才考，而且入学第二年才考试。为什么？先积累呀，后积不发。你说都没有积累，都没有含有，都没有连纳，一年考了好多试，说实在的，那都是纸上文章而已啊，都是知识而已，没有内化的。所以一年是离经变质，这个就是入到国学里面的目标了。学一年能够离经，这个指的是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能够有举动。当然这也表示他的理解力很好了，他能标得出来，对这些教诲他能判断这个举动应该在哪，这个意思在妥当完整。变质，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学到第三段，其实每一段都在谈教，在谈学。第一段，当我们知道教育的重要性，那对于一个教学者，他就有使命感了。那根本的教育使命发出来了。而第二段里面有提到念中时，这代表学习不可中断，教学也不可中断。那第三段，那代表学习当中啊，要不断的自我反省，教学者要不断的自我提升。这都在谈教，在谈学。每一段我们从经义当中都可以抓到教学的关键心态跟方法。所以这一句我们看到教育的内容一定
代的这些新闻上的人，徐志摩会不会写文章？那你说他利益了社会吗？他的行为啊，让人家觉得很可耻，抛弃他的原配啊，还说自己要做第一个离婚的男人。你说一个读书人讲这种话，没有先从经典教就乱了，都是过河拆桥啊。他今天能写出好的文章，基础在哪？他没有以前读那些古书，他有那个功力啊。现在的人啊，狂妄啊，都是过河拆桥。这些教育方法不得了啊！市长常说啊，民国初年的小学生写的文章啊，现在博士生都写不出来啊，没那个功夫啊。我听说现在大学联考那个改考卷的老师一个头两个大，错字连篇的。哦，所以这个时代要反思啊。人家小学可以写出那样的文章，我们现在连博士毕业都写不出来。文章不行，涵养啊，差得更远。这个徐志摩先生啊，他叫他太太去堕胎，他太太说这样会有生命危险，他说坐火车都可能会出意外啊，谁不危险啊？哇，你说连自己的另一半都不能感动，这算什么学问啊？去找了一个林徽因，林徽因，我讲的太激动了，发音都不标准，人家还不要他。哎呀，这个林徽因啊，有家教啊。判断出来这个男人不行啊，会甜言蜜语的靠不住，只会写文章啊，言行不一致。后来他还去找陆小曼，真是要不得啊！那陆小曼是他好朋友的妻子啊，后来这无情无义啊，我们还把他当大文豪，现在的人也颠倒，是吧？千古文章不读，结果二幺二爸爸35岁就坐飞机，为了去看林徽因的表演，就是坐了飞机失事了。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啊，要给天下人做好样子啊。公众人物都做错的啊，祸乱社会啊，造的孽就大了。他那个原配活到89岁啊，这好人还是有好报。为什么？他那个原配啊，离完婚呢、啊，还照顾徐志摩的父母啊，那份情谊都还在，难怪人家活那么长命啊！哦，这厚道好，才会长命啊！要多活长点，多干点事，人生总不能白来一次啊！哦，经典，子孙虽愚，亲疏。辩知代表教学也好，学习也好，慎重立志。因为啊，志向立定了，这是他源源不绝的动力。范仲淹先生为什么学问这么好？他立定志向了、啊，
定要把他母亲接出来，他要光宗耀祖，他靠上苦。结果他在他定的日期之前就得到了，不简单。斩粥苦苦啊，每天就吃那个粥，把它煮烂了，凝固以后切成丝块，就这样一餐吃一点。那一般的人受不了，因为他有坚定的志向。那当老师的人要判断这个学生啊，这个编制他的志向对不对？他假如不对，那要引导他，不能立错志向。以至于啊，要让学生自己能分辨什么样的志向是有意义的啊，这个辨他自己最好能够传授到他自己的判断。那一个人的志向与仁义相符合啊，这个叫大志啊，与情义相符合。高志，崇高的志向啊，与道义相符合，叫壮志啊，与欲望相结合。哎呀，我赶快赚到钱，吃得饱饱的，然后可以好好玩一玩，这叫卑志。这个没什么大志，卑微，人生以享受欲望为目的，要卑职。再来啊，还有人的动力呢？我也考上什么？我以后能怎么样？我就要去给谁好看？这个志跟恨相合，叫危志，很危险。好，这个是讲到编制。所以诸位学长们，你们都在第一线教学，以后你们带出来的学生，人家一问你的志向是什么，我相信他们连想都不会想，就会说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哇，那你们这个编制就教得好了。再来三年，他学习了三年能达到什么状况？看他敬业要全。我们又看到一个重点，学问一定从诚敬恭敬当中求得，一份诚敬十分诚敬得十分利，他尊敬老师，尊敬老祖宗圣贤人所留下来的这些道业，这些学问，所以他敬业。一个人很诚敬了，他学起来就专心致志，他不会懈怠，不会心猿。再来要去啊，这里主要提到跟人家相处得很融洽啊，学问很重要的，要懂得爱人敬人啊，爱敬尊敬啊。君子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爱敬尊敬啊。那假如跟同学们相处几年呢，都发生冲突了，那他的学问有问题了。《礼记学记》告诉我们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这是高远的志向。从哪里落实？
先知其果，欲知其果者，先其迹象。这么一直走走走，高远的目标从哪里开始落实？格物，一个人不把傲慢去掉，不把贪心去掉，不把坏脾气去掉，怎么可以跟人相处得好？连相处都相处不好，还能利益人？那是空的。所以一个人前三年学习的所要的扎根，扎根的东西，扎根的恭敬心，怎么看他根基好不好，就看他跟人相处。一看马上可以判断他还有哪些习气很重，这个时候当老师的就要跟他讲，你看你是贪心、虚荣、傲慢、不尊重人，他才能够在下功夫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国学里面学习都不是学从知识的角度去看，都是从道德学问。所以我们自己看验自己学的如何，就看自己跟家人跟同事相处的怎么样。假如还会对立啊，还会冲突啊，那我们还得从这些习气下手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五年是国习亲事，他五年的时候啊，博习，这个博啊叫广博，随时随地都在学，这个人非常好学。而且是博习，习什么？学到的东西要落实，要实践，要练习，这个就是戒心相应。年的时候学的东西马上去落实，戒心相应。而且这个博除了处处都在学习以外，一般《论语》里面讲到为上智于下，一般人呢，没有把道理搞透呢，他不肯依照经典去做。那只有两种人会很老实去做，一种就是搞透的人，一种就是呢没懂，他也想不明白。不过他说你怎么说，我怎么做，就是老实人。我说往往。他对一些经典很多的了解啊，他知道啊这些道理，他想通了。而事实上呢，一个人广博学习以后，他最后会明白，智慧要成就，还得学之道归专。我们看到范仲淹很有学问。他是他深入一经，他最痛的是一经，而这样子深入以后啊，一经痛啊，一切经就痛了，因为因戒不定，因定开慧，后面还会讲到。经典学，假如一次学好几部经典，没学知识，不是学智慧的，这扎实无虚。好，所以这个博习啊，强调戒心相应，而且
故求贯通，通达明白，那道理通了以后啊，还得要好好去做啊，理有顿悟啊，事要渐渐去修。古代有这个历史，汉朝马融学问很好啊，还可以著书，可是他的学生郑玄学得比他好，他嫉妒他的学生，还要杀他的学生，哇，那嫉妒心起来真恐怖啊！你说他有没有学问？有了，他还出家，他有没有德行？没有了，所以德行要为基础，再求学问，不然也没有办法立人。哦，那个马融在教书的时候啊，有时候还请那个女子在后面跳舞啊，哇，他还有很多心机啊。好，这个情思啊，亲近老师，而且这个亲字啊，还有以师之为之志啊，以老师的志向为志向，以圣贤的志向为志向，心同圣贤啊，愿同圣贤啊，看到古书啊，看到圣人教啊，都觉得很亲切。就好像圣贤人亲自到他面前来教他一样，而一个人真正恭敬亲近他的老师的时候，最重要的，他要依教奉行，他那个清白才是真的。所以一个人5年能真正亲近老师，依教奉行，那也不简单。7年。是论学趣，他可以跟人家谈论学问，代表他是先理贯通的，能跟人探讨，然后去引导别人了解深入这些经典。趣用，他有能力判断亲近的好友善友。老子说：“知人者智。”哎呀，看得懂人，那才是有智慧。知之者明，自己知道自己的那是明白的，能够知道别人的是有智慧的。而我们看到这里啊，能达到论学趣用，对，未知学者。在学问上已经是小有成就了，他因为是判断力跟智慧的。我们看一个成年的在社会当中受谁的影响最大？朋友。所以趣友对他的整个道德的提升就非常重要。孔子在《论语》当中有提到：“益者善友，损者善友。”之前跟大家谈过没有？好，大家摇头很正常，因为我们只讲过一遍，要讲到21遍的时候才会，还没讲过了啊。有知。真知无私的朋友，但是告诉大家，正直的人你怕不怕？哦，他都把真话告诉你哦，你心脏要准备好。哦，真知的朋友，有知无私的人，有量，这个量宽恕度量大，而且真知。有多闻，他很真心的见识，
责神有没有判断哪些人一接近会损害我们的德行。好，这个我们下次再看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次背啊，就背到今天讲的这里。哇，你们说是这个麦克风这么准，时间到了它就没声音了。我刚刚是说你们会不会觉得哎呀这么一点点说一级这样，那代表你们的功夫已经提升了。好，恭喜大家。 好谢谢大家。